那我们接下来用唐三藏取经，对，有白龙对不对？白龙有 也可以一起取经对不对？这对攻击力最高好像是三藏吧？哦，三藏就负责，哎呀，分封攻击力给大家。而且这对其实没有，有吗？好像有秒，有一秒的秒数加成，所以其实还 OK。秀吉速刷哦，好，你们都用什么对速刷啊？你可以，大家可以在聊天室给我跟大家一个速刷的意见吗？等一下我们是不是就可以来为大家介绍那个速刷的打法？好，第二关，来制造起来强化图，眼球解火成就是不是？秀吉五分钟两亿的伤害，五分钟两亿，这么厉害！五分钟两亿，五分钟两亿到底什么意思？是色色的意思吗？哎、欸，这光珠天将也太扯了吧！哇，这对还是很强的，师徒同心，力斩妖魔，对不对？一个猛刀炸裂。对啊，我想一下，这炸个板好了。好，不就哎，我觉得这对开三藏好像没有什么增伤效益，哎，只有那个间距的感觉。色情台，哎，是观众讲的，也不是我讲的，因为在那边色情台。差不多喽，来带走他。两组新珠大概回的血量是26000。好，来到了第五关了，这对一路顺畅。哎、欸，有骷髅头，我们要认真一点哦，认真一点迎战，迎战，没事。好，增上一下。如果他是加到他自己的话，还不错。嘿嘿，不对，他不是加到自己。哦，其实没，哎、欸，对，哦，带走了。好，没事。来到第六关，啊、这边有中毒，比较麻烦哎。骷髅头又有中毒。先来回个血量好了。哎、欸，他把我新珠天降掉了，他差不多打一半了，所以我觉得有机会。嗯，我想想看哦，如果在这边带走他的话，应该是有办法。倒是光珠真的天降很少了。OK， 该开的不该开的都开掉了。炸个板。嗯，然后，哎呦，哎呦，不错哎，就这样子。好，没有什么好怀疑，他的血量到底多少？500多万而已，是应该带走吧？哇，这天降直接666带走啦！好，我们看一下 ，CD 来不及赶得上，不过就这样，应该是可以带走啦。再开个龙科，他就死掉了吧？哎呀，果然师徒同心，
力破妖魔，直接带走没问题啊。哇，果然官方用这一队是有他的用心良苦的，好不好？师徒联手就是不同凡响。你看被扣个血量都可以剩下8700滴，你就知道官方的设计有多精心了吧？这个队伍就是官方配置队，好不好 ？Victory 顺利通关，师徒同心创造连体音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创造什么连体音了？我这队可以解一个成就，就是3个以上的种族，还不错。